水天一色，风雨无边，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历史上吟咏岳阳楼的诗文楹联并不在少数，然而却只有窦绪的这幅102字岳阳楼长联被誉为天下古今三大名联之一。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观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那么这幅长联究竟好在哪里？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典故？作者窦绪借助这幅长联又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情感呢？那讲完了撰联人窦绪和岳阳楼的缘分，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来看一下他写的这幅第一长联到底好在哪里呢？我觉得呀，从内容上来看，这幅对联呢有两大特点。第一，打通了历史人物和作者的现实感慨。所谓历史人物，当然是和岳阳楼关系最为紧密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了。历代登上岳阳楼而且留下了墨宝还有故事的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对联啊，只选取了最著名的四个人物：杜甫、范仲淹、滕子京还有吕洞宾。那这四个人啊，又分别是四大领域的代表。我们先来看看杜甫。在大历三年，也就是公元768年，杜甫一家人漂流到了越州，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他也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岳阳楼，并且写下了千古名诗《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青蓬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我们知道杜甫来到岳阳楼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了，亲眼目睹了大唐王朝从盛世走向衰败，而杜甫自己呢，也是半生漂泊，一家人无依无靠，沦落他乡。所以当他登上岳阳楼，眺望眼前壮观的自然景观，当然会感慨万分。那这首诗的前四句极力渲染了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这样一种壮美的景色，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分隔了吴楚之地，就好像是日月星辰和茫茫大地都在其中沉浮。第五六句，青蓬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笔势一转，又突然落到了自己的极度失意落寞的处境。这样漫长的飘零，和亲朋故旧也已经失去了联系，音讯全无，他只能将牵挂和担忧默默地藏在心里。而杜甫一家人老的老，病的病，孤苦无依的漂泊江湖，又是何等的伤感悲怆呢？但是我要说明一点啊，老杜就是老杜，他的这支笔啊绝对不会只停留在自怨自艾的哀叹上面。所以这首诗的尾联笔锋再一转，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关山之外，战火还是没有平息，下的多灾多难，诗人忍不住在倚楼眺望的同时泪流满面。我们看短短的四联诗，从终于登上久闻大名的岳阳楼，圆了多年梦想的这样一种喜悦，写到岳阳楼风景之壮阔，再写到悲苦的个人命运，最后写到国运的沧桑，可以说是一波四折，跌宕起伏，自然的风景和家国的情怀是浑然一体。也就难怪啊，杜甫的这首诗会成为千百年来吟咏岳阳楼的经典名篇。
这也就是窦绪对联当中写到的关于岳阳楼的第一个故事，杜少陵五言绝唱。少陵是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墓，在陕西的长安。杜甫呢在这里住过，自号少陵野老，所以呢世称杜少陵。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和第三个跟岳阳楼关系至为密切的两个人，也就是对联当中写到的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具兴。范希文就是范仲淹啊，因为他字希文嘛。在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新政失败之后，在庆历五年的正月，范仲淹自请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滨州，兼陕西四路原边安抚使。就在这一年的11月份，他的四路帅任又被解除，改知邓州。这就是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的一个个人背景。所以啊，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的人并不在岳阳，他是在邓州收到了滕子京寄来的一封书信，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呢写一篇记。范仲淹慨然应允，于是就有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美文《岳阳楼记》了。滕子京就是滕宗亮，也是范仲淹的一位好朋友，他们两个人啊有不少诗歌的唱和往来，而且在政治上呢两个人也经常是共同进退的。比如说在天圣七年，范仲淹啊、滕子京啊，他们就一起上书力劝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给春秋已盛的宋仁宗。但是刘太后不肯撤帘还政啊，反而是范仲淹、滕子京相继被贬谪。到庆历四年春天的时候，滕子京再度被贬到越州巴陵郡，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滕子京呢也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家国的人，虽然屡屡被贬吧，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还都能够放下个人的荣辱名利，勤政为民，努力的呢为百姓来造福。他来到岳阳之后，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两手抓。滕子京主政巴陵郡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这里呢就显示出了百废具兴、政通人和的气象。范仲淹虽然没有亲身登临岳阳楼俯瞰浩瀚的洞庭湖，但是岳阳楼视野的开阔壮观，洞庭湖千姿百态的绝美景致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如在眼前，如历其境啊。无论是静影沉璧、渔歌互答的欢快，还是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的悲怆，都能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一种体验。就好像是范仲淹当时啊，正伫立在岳阳楼上，极目远眺，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尽收眼底。他的心情呢，也会随着光阴的流转、情雨的变化而波澜起伏。